怎么带上？大家好，什么在上？2021年农历新年应该是我们人生中最特别的新年了吧？20年后，我们会看回这一天，然后微微一笑，想起当年每天都在跳 TikTok 的时候。今年的新年完全感觉不到新年气氛，听到新年歌的时候，完全感觉不到 kick。怎么今年的新年没有气氛的？这首好听。最开心的是，看到我的婆婆在那边期待着她孙子孙女回来的样子。妹妹啊！啊！安怎有一人来呢？我一人来尔咯。那智深不来啊？智深伊伫新加坡哦。那吉克哥呢？吉克伊伫上海哦。啊，就说啊，就说伫客要做工个咯，伊袂转来诶。嗯，搁一个青鱼个咧。青鱼不是伫新加坡诶，伫飞机哦。那威廉。威廉伫沙巴。这啊。啊！看来无转来，但是你有啊，你的金孙，那阿妈给你10000块的，哇，阿妈你好啊，哇，我是金孙哦，金孙妈，感谢我10000块红包，感谢阿妈。其实这次的新年也是会让一些人开心的。哇，不用给今年的新年，不用给红包。哇，Hello， 比比呀，哟，很可惜哦，今年的情人节不能一起庆祝。是咯，比，很想你。我知道，这样我们过后再庆祝咯，明年呢？OK 哈 ，OK， 我去睡觉了，拜拜，晚安。Yes， 我今天超级省钱呢，不用买礼物，不用买花，还不用去请他吃大餐。Yeah， 最伤心的应该是小孩子吧。今年的农历新年最闲了，只有一个红包，我以为爸爸妈妈还会分开给两个红包给我，哪知道这狗小子给我一个红包罢了。哎，小明。红包，爸爸帮你收，拿来。怎么又给回你？爸爸帮你收红包，快快来拿过来，哈哈，快点。到底新年要怎样才能够享受到新年的气氛呢？我建议大家出去外面站着，站在热蓬蓬的天气下。感受一下新年的天气啊！你就直接走出屋外，在外面站一站，感受一下新年的天气。如果去年你还有剩下一些炮，你可以拿出来自己爽。其实呢，我们就只需要珍惜我们现在有的东西。街上还是有美丽的灯笼，超级市场也是还放心思去布置美美的。By the way 哈，你们应该知道，一年有365天，都可以随便选其中一天来去回乡见一见你的父母，找一下你的老朋友，对吗？你们不要在那边假假掰蛋跟我 complain 哦！做什么 MCO 害到你们不能回家，全部都是政府的错，全部是你的错才对呀、啊！没有 MCO 的时候，有看你回家吗？有没有去关心一下你的爸爸妈妈？阿妈，我回来了。OK， 阿妈给你一个红包。哦，购物红包啊！哦，贵女，4000块，10000。
十千啊！哇哇，阿妈，这个是只给我二十千的红包了。哦，家里人啊，今日的 video 就到这边啦。我甲阿妈，爱祝大家恭喜发财，快乐，事事如意咯！事事如意，和平祝，和平祝，耶！新年快乐，大家！如果你们要购买我的七七新年衣服，因为是红色，只卖三十令吉，全部七七衣服都只卖三十令吉，可以到我的下面 description box 有连接，按一按就可以去购买我的七七衣服了。谢谢大家，和平祝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